四日，郑嘉颖出席化妆品活动。近年主攻内地市场的她，凭借出色的演技，片酬飙升，并豪掷3000万房产，令家人开心，也让她感到十分欣慰。单身已久的郑嘉颖坦言，目前也有成家的想法，但可惜还未遇到合适的另一半。谈到择偶条件，郑嘉颖只喜欢有智慧的女生，两人能否沟通也是重要一环。聪明啊，有智慧啊，谈得来啊，可以做好朋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说漂不漂亮？你要漂亮了，当然我不会介意啊。那但是你，我觉得，但是那个老婆已经是以前年轻一点，当然越漂亮越好嘛。以前觉得，但是你想一想，那到老了70、80岁了，还有谁会漂亮呢？那到时候就是个伴，那个伴比较重要。那你能当你一辈子的好朋友，那个人就是你的伴。另外，郑嘉颖透露，相隔16年再次推出国语专辑，早前还到台湾拍摄 MV， 也觉得这次推出 EP 来纪念入行20年十分具有意义。